大概就是在这里，它会根据我们春夏秋冬，根据我们的春夏秋冬一直会往后推，我们一年大概有24个节气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小常识，各位记住，前三天后三天都是大潮汐，那所谓的中潮汐那就是属于农历的18过后，19、20、21、22，那过后又变成一个小潮汐，所以一个月它会有两个潮汐，那一天就会有两个涨落，一天的潮差大概45分钟，往后算，往后推。农历今天如果是15号的话，那中午12点满潮，明天16号它会变成12点45是满潮。各位请注意，那个我们气象站有在办法的潮差，它会斜着跟着我们节气慢慢的往后推，往后推，所以一直到冬天，潮差就是整个一年都是潮差。那我们的先民，我们的智慧就产生在我们这个脊背岛上。澎湖群岛也有植物，包括我们最南边的七眼的双栖植物，也是由我们澎湖这边脊背这边的老师傅领军下去盖的。到现在的维护，到目前为止3个月还去做维修。好，如果有各位在媒体上面会听到、看到，像去年整修好了之后，就会阻隔了好多的鱼，上百条的那个叫青缸，就让清美的居民们可以去捞。那我这边告诉各位，植物它的功法，还有植物的用途，基本上它的功法是依照这个地形。好，我们分成有三种不同、不一样的功法。所以这种叫弧形，叫弧形的，弧形的，弧形的，就是依照这边退潮、涨潮，我们的先民就是啊，看到潮水从这边进来了，然后鱼跟着潮水进来，退潮的时候往外走，因此他会在这边把它。对，现在不告诉各位这个石头是什么，等一下我们要经过视听中心前，我会再跟各位在我们食物的石头是用什么样的石头，目前从构造到今晚一直都是用那些就地取材，所以今天我还是要强调一点，我们为什么要守护这个食物，是因为它是一个零污染的，它是取自于大自然的，取自于现地有的石头，那用基本的，用我们的人力一个一个把它堆积而成，不用任何的一个浆浊剂，没有什么的样的混凝土，所以它是一个基本上很环保的一个结构。我也希望说我身为脊背人，我希望我们的不管是游客，不管我们是以后，我们希望把这个文化是传承下去的，因为它具有很有深度的那种所谓的环保的意识存在。我们也希望今天各位来到脊背之后，也一样能把这个文化来传承出去。不管我们台湾各地，不管哪个角落有食物的地方，我们都希望把它推广开来。各位看着这种弧形的食物，它依照。它这个地形，鱼群进来了之后，当它水慢慢在用的时候，就会往外。这个是海，这个是岸边，岸礁。等一下，我们到山形食物，我会在现地再跟各位依照现地现行，再跟各位解释为什么鱼群进来了，它为什么要这样子盖，让鱼群被阻隔在这食物，等于是缩小它的范围。当它在回游的时候。它往外走的时候，就会被阻隔在食物里面。那弧形的食物，说实在的，要抓鱼比较难。那慢慢的，我们先民的智慧也又产生了，不容易抓这个弧形，只是把范围缩小，但是要抓鱼还是有点难。慢慢的，再看到这个也是一个弧形的，但是各位注意看哦，它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弧形，这叫做环，
他又把范围更缩小了，这边不是简单，那水推到我们这边的时候，鱼群在这个范围还是很大啊。我们先你又想到了，我再把范围再缩小一点，鱼群变主在这里面，就更容易抓了。我这个是抓鱼哦，好。那除了这个上面是一种弧形的，等一下你要下去那个就是叫做蚵仔头子路，它本来是一种属于这种弧形的，但是在三年前，因为我们把食物要推广成观光产业，结合渔业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把改变成三星食物。所以等一下我们要下去的那个叫三星食物，就是这蚵仔头，等一下蚵仔头。它是我们这边在地的，它拥有使用权，它有登录，跟澎湖县政府登录，所以它拥有使用权。等一下我们下去之后，会让各位尝试这个整个结构。你现在看到的跟实际，等一下下去，除了在火房这个地方叫火房，有新装的地方叫火房，两边柱脚。叫火湾啊，那也就可以叫做深甲，来一个村咖，这那是那是一个房子，这上面全部都是属于弧形的，弧形的那是地形的关系。那底下我们进入这个不一样的，有星状的，有火白，它就是因为一样水，对，但是这边比较深，它就设计。做起来火房，你看，因为会把鱼群灌在库房里面，一个心脏地带，那鱼鳞要下来抓就比较容易，因为范围缩小了，所以底下这个全部都是火房，有心状的，给我们火房哎。那一般看着，除了有火房以外，各位注意看到这边这张图，这个火房。在上面有一个特殊的地方，叫鱼脊镇。鱼镇，鱼镇的时候，早期渔民下去，有人即便啊，我们即便在地，有人一夜致富，一暝跨河，文台一方跨河，被阻隔在食物里面的鱼群，抢到后面，一早就过来了。男丁是要娶某的，就简单，只要引导就好，伊就得娶某，因为就好就是表示引导是好呀。好，那遗嘱的时候，当时没有所谓的遗传，没有什么。当遗物很多的时候，有妈妈带领，我们里面会介绍遗叉、遗网、遗篓，他们带着那些工具，但是当发现遗群一早。几十年前了，我们现在讲到现在，渔业慢慢的在萧条了。各位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其实不是鱼变少了，鱼变少是一个原因，最大的原因是以前我们是鱼来找我们，那现代的渔业是船去鱼的家找它，因为现在的设备、声呐、渔具。渔船、渔网，以前没有那个网那么大，以前就是手拉网。等一下我们下午要使用，就是哎，本来存了几年钩啊呢，就这么想，你能抓多少？那现在不是一个网具出来，我不能说一网打尽了。那最少，它的仪器是我能看到，从上面雷达上面我可以看到哦，哪边有鱼群。我就往那边去。现在的抓鱼方式是这样子，但以前不是，所以我们的祖先会设计这种食物，就是因为以前的鱼群很多啊，他一进来我怎么抓？我等你啊，等你啊。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变得萧条了，我们就变成把这个食物改变成结合我们目前即便的观光，我们希望这个产业，希望这个食物。它是可以传承下去的，因为我再强调一次，它是一个很环保、很值得我们去把它推崇的一个文化。那
除了这边有各式各样目前在我们脊背分布在脊背的原先大概有108种的食物当中，但是因为经过一些岁月的摧残，今晚我有筛回一习惯，其实唯一脊背剩下两对，一对大概12个，一对10个人左右，都是老年。等一下我们走进去要视频中就会看到，你还筛回已经都存下，最年轻的大概剩下我们这个50、50、60岁的，那亚老筛回脊背长都即将末尾一样，抬不动的。那个石头是一个一个堆积起而成的。等一下我们实际去操作，让各位去看看，一个一个石头把它堆起来。这个年轻人很有力，但是没有人要去做这个工作，因为他很辛苦。但是我还是希望说，今天我们见的蛮优，他很有心要想把这个活动，我们把它推广成一个，我们当初我们是社会的中间，我们要守护这个。食物，那把我们脊背的食物的文化把它传承下去。那各位现在看到的是一种，让各位先认识一下食物。等一下，我们沿着这个方向进入我们的视听中心之前，在我们的左手边，等一下经过我们这个穿堂，要进入视听中心之前，我们看到一个石头，姐，我们脊背在地的一个石头。他的画像就在上面，他带着渔具，还有我们左手边都会看到那个石头，还有我们的师傅在维修食物的，都会各位呈现在各位的面前。那我们进入视听中心，还会再更深入的介绍我们的食物，还有。那大家东西都要带到。我来去脊背食物，还有欢庆活动。然后协会的进去了，齐备好，有进去了，我这个有空再来看。好。都是上下大石头跟着小石头堆，那顺便在这边告诉各位，食物堆食物就好像我们一个家庭，有大人产生小孩，都是大人海鲜囡仔，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组合。我希望我们的食物也是这种精神，都是大人啊甲囡仔啊大家爱相敬，大人栽培囡仔传承下去。你看，椰酒、椰条块都是椰工法，基本工法就是大石头在做底，椰基座都是大石头，那中间旁边一定要有小石头进来垫，所以它的基本工法是菱角的工法，就是有菱有角，你去堆。等一下我们下来，今天可以让各位去看、去摸、去碰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它没有粘着剂的，你都没平过几样，然后几样化学物件都是石头把它堆起来。为什么会在澎湖这个地方，在西北这个地方，不管冬天东北季风多强，不管我们的台风天，它屹立不摇，这就是食物的精神。好，来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看着左手边那个这个雕像叫柯庆多，他是我们旁边那个宁阳山庄的老板，他也是为了传承这个，这是以前早期。我们下海的基本工具，鱼叉、鱼网、鱼叉是一个叫鬼火灯，看年轻的空干嘛哈？那个鬼火灯不是用电池，目前还有，难得追够我，不够熟，要把它吹熟的，那叫台语叫点头，有没有听过？点头。
木瓜水果就是采下来之后还不够熟，你就给它放在那扁头，它会催熟。这那叫鬼火，一个是扁头，那上它有上下两层，上面放扁头，给它水来点火豆，它就燃烧起来，而不流出。这个叫以前叫鬼火，不要火，它半暝出火，夜间会出火。结果是那扁头有种什么电器，我们叫电器。会发光的，那现在不是了，现在有 LED 了，那就免了，这个就不必了。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参观，它在爱浅超的，以前没有我们等一下马尼欧提供给我们那么好的那个防滑鞋、止滑的，依照，所以渔业萧条了，跟着农产业也萧条了，依照进电量都会提供了这个，这叫卡。这叫蜡，那我们统称竹篓，统称竹篓。那为什么要绑这个布袋？布袋是为了第一个可以御寒，寒天的话是御寒。第二个它的功能就是，万一不小心我今天疑惑超乎我想象的卡丁，那我怎么办？布袋，用布袋袋，安尼布袋安尼。挑的啊，抬回来，好，以前就是这么的简单，这么的简单，但是事实上真的是有它的用途在。来，请进入我们的试听中心。等一下坐下去之前，记住上面那个每张椅子有各式各样的鱼群，不管你坐到哪一只，就是代表我们澎湖的鱼群是这么多，来对我这边。什么鱼群都有，椅子上面坐的都有各式各样的，什么鲨鱼啊，有没有？什么鱼群都有。来，再看着，各位看着你的，我的右手边就是你们的左手边，看着就是我们的师傅。师傅要够前行的，从五一啊，来做来练。我在我们脊背早期是这样的，我是辅助，我来练，但是你嘛来到帮忙练。你可以多多少少带回去，依然没有在买卖，没有在交易，所以挖空食物的精神也是让我们相亲相爱的精神，让我们会传承下来。一些合作，但是做品店员来，今天的鱼货不错，你就可以了，帮忙抓，抓了你带回去吃，以前没有在买卖啊。这个是我们延伸整个食物里面，什么各式各样都有。这。沙巴岛啊，它是有记载的。之前有一个游客，他来做，发自于内心，一个外国啊，伊来这时来这看鱼。好，我们刚刚那个是一个柯进多先生，我做我发现怎样？他制作的，你觉得以前那个他让我们借，我借很多天了，这个做的人，这个。沙画，一个外国的，他把那个弄掉了，对他来制作的，好厉害，对呀，好吧，好，来，各位来，看你变的哈。16世纪，葡萄牙人即称澎湖为 Pescadores， 以及渔人之岛。可见渔业资源相当丰富，不但是世界上少数仍保存石户文化与记忆的地区，澎湖石户群更被文化部列为台湾18处世界遗产潜力点之一。目前只约石户数量仅103口，
地区，回头民众几万类文化资产，充分反映过往海岛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智慧，表现人类与自然互动具有文化意义。我最以前呢，在看到祖先无干那个这种红花啦，阿来喜欢把它夹在食物来还。啊，这食物都包庇，都配啊，配啊，涨潮退潮啊！你哪条水管里面就有啊？你里面哪？你涨潮时，你该接水管，你都哪过啊？你都干好一过来，顺潮汐过水管过去啊！啊，哪边退潮的时候，因为退潮，哪才是你把这刚吃完这个食物已经有咸咯，已经就慢慢出往下沉嘛，啊，往下沉。所以他在南京家，我建议我呢，我干他，所以用家属给家伙就是安尼，起码能做了家伙就是一口一口他亲戚啊，叫了他来做是靠。每口食物皆是心灵海洋智慧的结晶，无论是从高处俯瞰感受其浪漫风采，或实际踏上石亭细细观察堆叠技法，澎湖的食物文化。堪称为人类渔业文明的遗产，也是台湾渔业文化的活化石。阿文家酒，我会怎么讲？一种是两个河盘，啊，一种是一个河盘，啊，一种是无河盘的叫做哪哪天呢？那么我们来讲，什么河盘就是较早的人就是讲这什么河盘，就会讲哦。你一个河盘，有当时啊，鱼呐发在一个河盘的料里，也会造出来。那么就是堆出啊，尾，然后做一个河盘，就是阮只构造就是相对河盘的，就是像青梅方双星湖黄拢做尾。阮只一个相对河盘的，就是分两大个，就是鱼啊，发的干捞啊，还是发的白捞啊。那么大个河盘的村卡，一定村卡大，村卡大。大河盘的村卡绝对有一个鸟尾，一个鸟尾就是把这个鱼，伊伫这个村卡走都走不转来，啊，这个走都不来，洗个河盘的。那么这鱼就无通来走，拢走不了。啊，皮嘛经过河盘了，变鱼就袂去走。等你付完吼，拢有鱼证，拢有做鱼证。伊就是靠个鳗鱼、红干这种电网这种，所以呐，伊扛，他来用扛这种高鱼的鱼证，哎，啊，怎么？当然伊呐，鱼啊死去了啊，大鱼所啊，就会给分开，就会分开啊，包规划，啊，就你拖山就会，你拖山就会，你拖山就会，拖海边啊，拖水海水就够了，无你看到伊。伊食物遮尔硬啊，伊都要拖只本来拖不起，拖只船，就是用索啊，用船看，安尼水会发发轻，浮啊个水会翻，拖到那岸边，啊，那个钓竿，一边绑在绳绳棍的，一边绑在棍子的，跟着来船安尼。较早无车无啥，就是拢用安尼。无河板的，就是叫拉拉天的，伊个拉拉天的好啊，侬卡看伊个，有诶暗礁诶卡刀，一边。他挖田，啊一边挖塔，因为做咱那天的河啊，就是拢较山边，拢较挖的山边来做做咱那天，咱那天。那么做这咱那天的河啊，就是来对一撮河啊，这撮河啊就是你杂鱼啊，沿岸有这甚至海产，啊甚至海产就是挖这鱼啊，拢食海产鱼啊，所以拢会你咱那天来对。这大河啊，就是河柱，那是有的时候砸你内底。啊，你外口人袂使入去干，你袂使入去河啊内底钓鱼啊。你外口人袂使来外口钓鱼啊。内底就是河柱里面啊。你若入去河柱，入去内底河啊内底钓鱼啊，河柱拢在你头旁边，就会有鱼。啊，那阿爹呢？冰箱里边有啥花椒菜？连冰箱里冬天嘛，冬天嘛都按照你来来钓。啊，就来山边来对人喝茶，那水潮汐出来，都好几天干干净净的。有当时啊，人看这个东西，首先一代一代人讲，
时候那是台湾有派去，啊，有派去就是讲，和大家招呼的，才有招呼的人，啊，招招，今天就是讲来把这个招呼收理的，较少年的时阵会晓收理，就是副招头，互伊老辈，那么老辈伊就开始收理，开始接，啊接，你若少年的时阵就去教。那你把你这招呼若歹去，你若少年出头有个，你着爱安怎去？啊，对下骹基础一遍一遍去贴起，啊，若下骹基础拢贴较薄起，啊，这十五天都已经爱上面啦，上下骹唔开始啊，即马着是贴墙啊，贴墙就是一个顶个，一个顶个，就是爱反厝，因为咱这招呼若去贴，拢爱贴粗下细。啊，互伊骨架较会用，海燕若拍来，伊较袂歹去啊。啊，上面基本都是爱穿裤仔，无你穿袂起啊。啊，裤仔就是大底石头，啊，就是细底石头垫。边仔若石头垫起，内底就是爱裤仔。裤仔就是把这石头塞掉，如果袂顶难啊。你若要裤仔穿穿，伊这边仔穿袂起啊，你会倒倒去啊。所以就是裤仔垫。所以这基础啦，这方面块，像电管面积的，就是爱吹啦，吹有管吹的，是较宽较细，靠管吹插落来，啊，怎嘛？要插面用胶带，插条来对条，伊这个海燕就拍袂顶啦。伊怎嘛海燕拍这个管吹就袂顶啦？伊怎嘛包括这个面这胶都袂白去？因为你呐，这个面符合和海燕拍白去，就全部给拆去。有上底条的，那一般上的高级十几方时间都袂歹。啊，若是讲台风的，因为台风的海燕无歹，变来有歹，就是师傅的代表，或者师傅的徒弟，啊，是你家己修的。我自早自做囡仔，就是祖先，就是这种方法的，你修的就好，啊，就一代传一代，一代传。代表者，问师傅的代表者，师傅的代表者，
家说那个那里是一个很远的一个投注，很有那里的一个投注，这不是第二代表叫做比较好，都是你打这个字体啊，对我钱都是依靠，对我钱都是依靠，按照你们的生活里面那样教的规矩。即被石户文化馆是澎湖县第一个申请认证为环境教育设施场所，103年正式取得认证，办理环境教育课程。Thank you.